大家好，我是艾莉，今天跟我一起玩的玩具是，小猪佩奇的厨房玩具。那么我们一起玩吧。这个玩具里头呢，有妈妈，有小妹，然后冰箱，然后蓝棋路，然后蛋糕，然后这个是平底牌。那么看一下在里面有什么呢？我想看看这个冰箱里是什么样子呢？咻，打开看一下吧。咻，真的小可爱哦！你们看一下哦，这里呢有很多饮料啊，什么鸡蛋啊，牛奶啊，哦，有很多很多种类的哦，好可爱哦。那么我们用这个来一起玩一下吧。妈咪妈咪，我想要今天当厨师呢。哦，是吗？你想当厨师？那么你想做什么呀？妈妈，我想要做一个蛋糕呢。哦，是吗？你今天想要做蛋糕啊？那么没问题了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真的吗？哦，果然妈妈是最好了。那么我们快点做一下吧。好的好的哦。在冰箱里拿一下牛奶还有蜜粉。是吗？蜜粉和什么？妈妈再告诉我一次行吗？哎呦，牛奶和蜜粉呐、啊。好了好了，妈妈，我去拿呀。咻！哇塞，妈妈，我们的冰箱里呢有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呢，有哇塞，有橙汁啊，有葡萄汁啊。妈妈，我喝一口行吗？我喝一口啊。你玩了，你玩了，现在先要做饭，然后一会一起喝怎么样？啊，是吗？好了好了，那这次呢我听妈妈的话了啊。那妈妈说拿一个鸡蛋，咻，然后一个牛奶，然后蜜粉呢，蜜粉在这里哦。你又拿了什么鸡蛋呢？妈妈没有跟你说拿了鸡蛋了。是吗？我在电视上看过了，做面包的时候呢一定需要鸡蛋的。我的女儿好聪明着呢。妈妈，我们快点做饭吧。先把冰箱门关上。妈妈，我看了鸡蛋，想要炒鸡蛋呢。你想要炒鸡蛋是吗？好的，你先练习练习一下吧。好的，妈妈，你稍等一下啊。开火，咻！哦，女儿啊，小心火呀，小心烫啊，好不好？哈，妈妈，好的，你不用担心了，我可以的啦。哈，看起来我觉得差不多好了。啾啾啾啾啾啾，咻！妈妈，我做好了，你尝一尝。哦，是吗？你做的真不错呀。那妈妈先尝一尝哦。哦，真的不错呀，味道真的不错。那么我的女儿啦，现在已经炒鸡蛋好了，那么我们开始要做蛋糕吧。好的好的，那么妈妈你说一二三，一二。妈妈妈，你闭着眼睛说一二三好不好？闭着眼睛，闭着眼睛，闭着眼睛。好了好了，那我闭着眼睛了。好的，妈妈，那你说一二三啦。好了，哦，什么都看不见呢。那么妈妈说一二三啦，一二三，哟，啊哈哈，妈妈看着看着，女儿了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做这个蛋糕了？我的秘密呀、啊，妈妈，你快点吃一下吧，吃一下吧。哇塞，真没想到你能做这么漂亮的巧克力蛋糕呀！哈哈哈，妈妈，这里呢我已经吃一口了，妈妈你快点吃尝一尝吧。哦，好了，哦，太好吃了，谢谢我的女儿了。
朋友们，今天跟我一起玩的玩具怎么样？有意思吗？那么艾莉下次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跟大家见面。再见。